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ん、哎、hey, 我是 Calvin， 我今天来到 J-Town。 那 J-Town 是什么地方呢？是专卖日本的超市，是小小的一个几间店，但是都聚集了所有的日本的产品，日本的食物啊，寿司啊，便当。那我现在带大家去 J-Town 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走。然后这里是一些日本的商店，还有一些日本的化妆品。这里都是有很多日本的品牌的化妆品。然后这里都有一些书包，日本杂志啊，漫画。都幾有趣嘅，佢哋啲嘢咧都係日本咁樣運過嚟。然後上面手上這邊有賣一些日本的服裝。好，現在鏡頭上面什麼？哦，這裡以前有一家理髮店，可能疫情的原因吧，停業了。爸爸喺度埋单啲珍贵生果，都几新鲜几靓噶喎。这边都有一些居酒屋和一些餐厅。那各位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呢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，然后有兴趣来的朋友可以知道你怎么来这边。好，这里有很多的不同的日本便当。这是一些咖喱，这边有卖一些咖喱哦，乌冬。这里就有卖很多的日本产品，茶类的东西。然后前面有一些调味料、冷冻食物。这边也是卖一些食材、调味料、咖喱汁。然后后面这里还买一些零食，然后这边也有卖一些饮料，冷冻鳗鱼、章鱼烧。这里的日本面包很出名哦，现在他们都在用独立包装，以前呢都是你自己夹到盘子上面，然后到前面结账。这超可爱的 Green Tea Melon。这里也有很多各式各类的蛋糕，他们最出名我也最爱吃的就是豆腐蛋糕，还有慕斯蛋糕也不错哦。这些面包都是每一天新鲜出炉的，然后还改装好牛肉，这些和牛应该都从日本进口，前面这个是奈伊和牛，看到雪花，这个应该好吃，但是不便宜哦，这样子一盒73块2啊，那和牛基本上也不便宜的哦，在日本随便吃和牛都上万的。后面都有可以买嘢食的地方，咁呢度咧鳗鱼饭几多钱啊？
12元八號都 OK。呢度有好多唔同嘅壽司，呢啲都係今日即時整擺出嚟嘅，好新鮮嘅。呢度都有好多啲杯麵啊，即食。哦，我们前面是，我记得前面是卖一些高额不起的用具的公司，现在变成什么呢？现在是卖一些日本的瓷器、茶壶、碗那些。我们进去看看。我记得这里以前是一间自助餐餐厅，这里有很多不一样的碗。那这里的便当应该满了之后呢，就出去外面那边吃。虽然说它里面也是有桌子，我想应该也不可以在里面吃。那这里的地方其实不是很大，就一些小小的地方。然后这里有蒸鱼烧，我外面在日本吃那些蒸鱼烧，6元一盒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超好吃，很怀念。就像我们去日本都会去吃。刚刚那个 Takoyaki 真怀念日本的味道。影片到这里结束，那没有看过我影片的朋友呢，记得订阅。喜欢我影片的，按赞，好，帮我分享。